五的晚上是我们的职场叫做白领职场营的最后一天，我们的收官之作。那首先呢，让我们欢迎一下今天晚上我们的 Amanda 老师啊，我们的财务分析女神，大家呢热烈举手啊！我们 Amanda 老师已经在7点的时候就已经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这个 Amanda 老师呢做过3家上市公司，现在她是一家大型的西人公司的财务及战略规划的 Director，是我们华人之光、女性之光啊。所以，亲爱的小伙伴们，从这一刻开始，请大家呢关闭手机。打开胸怀，进入到一种学习的状态当中啊。今天呢，其实校长刚才还在想，哎呦，这个已经这是整整讲到差不多第90个晚上，真的没有想到从3月23号到今天啊，时光飞逝如电。然后呢，跟大家每一个晚上都在这里相遇。刚刚呢，这个我跟一个参加共学营，差不多跟了80多期的一个小伙伴，刚才正好碰到了。然后呢，他跟我讲，他说校长你知道吗？他说我多么的感谢这次共学营。他说因为呢，实际上呢，他在疫情之前呢，他完全不知道维多利亚，然后呢，结果共学营期间呢，他就开始这个参加，然后没有想到呢，他这个在疫情期间和维多利亚的共学营有这样一场美丽的相遇。他说现在到什么程度呢？他说每天晚上他都会因为共学营早早的全家人把饭吃掉。如果是讲这个这种职场的，他就会来听；如果是讲投资创业的，她老公就会听，因为她先生呢是在当地啊专门做这个就是创业的这样一位呢，相当于这个创业的移民啊。然后另外呢，他说。你知道当时校长你讲过藤校的那场讲座，他说那天呢，我和我女儿一块儿听的。他说我5岁的儿子呢，在旁边一直说：“妈妈，你为什么一直在哭？你为什么一直在哭？”他说真的是这样，很久很久没有这样感动过。那我听了以后呢，我也特别特别的高兴，同时也特别的感动，因为呢，感谢大家这个对维多利亚的我们的共学营有这样一份认可，所以呢，这个他还特别担心呢，我这个共学营的小伙伴。他说校长，那疫情结束之后，是不是共学营你就不会再坚持给我们办？下来了，我说不会的，我说共学营呢会长长久久的，就像维多利亚，我们一做做了整整21年，每个星期六我们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公开课，我校长一直会把共学营给大伙办下去，而且呢，7月份呢，这个将是维多利亚独立来办整个月的共学营，校长呢已经给大伙准备了非常精彩的栏目，然后包括呢投资创业，包括呢我们会请硅谷一大批的职场上的大咖来给大伙讲，包括呢我也会请中国的一批呢这种专家来给大伙讲呢，各种各样，包括就业呀，然后呢，包括呢，就是大家如果在北美啊，然后或者是情商啊等等，所以亲爱的小伙伴们啊，我们有一个这个叫做约定，就是呢，希望大家呢每天晚上周一、周三、周四、周五4个晚上，我们8点整相约共学营。好的，给大伙预告一下啊，那今天呢是我们那个。相当于我们职场营的最后一天，然后呢，我们给大伙儿带来呢财务分析师的讲座啊。那我们呢，这个明天是星期六，那星期六呢，通常呢，这个我们是有12场讲座，没有共学营啊。星期六的12场讲座呢，这个大伙儿可以现在啊，就是明天了，记一下我们的 Zoom 直播号。然后就明天上午11点呢，这2张图也会发到我们的共学营的群里来啊。过一会儿该问，过一会儿就可以发进来啊。因为很多小伙伴们都说，哎，校长，我想提前看一下啊。我们是从下午1点开始，从明天啊，明天一点呢是美股投资，主要是讲呢股指期货，然后呢美股放空，浩哥刘老师主讲啊。然后 Zoom 直播号是在这儿，然后呢大伙儿1点钟是校长主持开场，然后大家呢也能够再一次啊，我们在直播间里相遇啊。然后另外呢2点钟就是房地产。投资，那大伙都知道啊，2020年人类茫茫然的进入到一个更加动荡的年代。林哥，我觉得这句话讲得非常的好啊，就是我们谁都没有想到，突然之间会突如其来啊，100多年前曾经有过疫情，然后呢，结果100多年之后，现代化的我们仍然要经历疫情。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呢，就是如果对于我们没有一技之长的这个我们来讲，面临这种呢这个生活的变故。我们的这种应对能力，无论是从心理上还是我们真实的这个叫做这个钱财方面啊，我们的硬件方面来讲，其实呢，我们还是很脆弱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很多小伙伴，我们的同胞们能够呢，这个反应过来说，那我要马上开始学习。其实呢，共学营是献给所有想改变命运的同胞们的这样一个举措，应该这样来讲啊。所以呢，房地产投资会讲2020年今年下半年房地产投资的情况，夏英的老师主讲。那我们另外2点钟呢，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的财务分析师2点整啊，大伙儿注意啊，Zoom 号是94280036072，是我们的 Amanda 老师。因为大伙儿都知道，我们的共学营呢是以公益为主，所以我们的所有的主讲人呢都会给大伙儿呢。
相当于一个呢 whole picture， 一个 big picture， 然后呢给大伙来介绍。但是呢，我们不会来 detail 介绍到说，哎，这个课程当中我会讲什么呢？或者说我是怎样把我的学员培养出来啊？等等。曼达老师在最后的时候会简单介绍一下啊，因为他已经讲了六年多财务分析师的这个就业班的课程啊。但是我们具体的会在明天下午会有一个讲座，所以这个大伙呢，如果进到直播间，一定是对财务分析师呢有兴趣、好奇的小伙伴们，不要光听今天晚上的，明天下午2点也可以听一下啊。另外两点半呢，就是 BA。BA 呢是昨天晚上圆圆老师啊，我估计很多小伙伴也听过 BA 老师、圆圆老师的讲座。今天呢，这个过来跟我见面的这个小伙伴，就是呢，他是昨晚听完 BA， 他说哦，终于搞清楚了 BA 和 DA 的区别在哪。我说是的 ，DA 呢，就是如果你擅长数据，那你就应该呢，这个往 DA 方向走；如果你更擅长 business。那你就应该呢这个往这个 BA 方向走。如果你觉得呢你有财务背景，但你又更擅长呢 business， 包括呢分析师方面，那你就应该做今天晚上的 FA， 叫财务分析师啊。这个曼达老师会给大伙一个特别特别棒的一个讲座。好，再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大数据就业直通车，然后呢再是 CIC 证书。这个呢我们周一的晚上安达王老师 CIBC 23年的这个 Senior Auditing Manager， 他就是专门主讲这门课，进入银行的第一份工作。那我们4点半的讲座是什么呢？4点半啊，2点半还有一个商业拓展是叫做 Pre-Sale 啊，这个是我们的畅畅学姐啊。我们这个星期呢真的是四大美女啊，这个维多利亚这个一向是属于叫做颜值放在第一位啊，校长这个，所以我们每一位主讲老师呢都是这个美女和帅哥。然后2点半是讲 Pre-Sale 啊，进入四大金刚啊，这个我们的学员就 OK。 那我们另外4点钟呢是互联网营销加金牌销售奥罗顾老师啊。因为你会发现就在过去20年最赚钱的只有两个行业，一个行业是什么呢？房地产，另外一个行业就是互联网。这个大家呢一定要跟得上时代。当然呢金融投资啊，那永远是金字塔顶尖上的，要打开思路来了解这些事情啊。另外4点半呢，这个金融业也很赚钱，当然了啊，我们有个科学投资法，这个是针对小白，这个老师是在投行做了很多年，他会给大伙儿来介绍，就是说呢，零基础按照他的一种投资的理念也可以赚到钱。另外4点半 ，data money and data analysis 就 DA 的，然后再次4点半 farm 证书 ，farm 证书呢，实际上对很多人来讲是比较好像高大上，特别遥远，但是实际上呢，你有一定的，比如说专科毕业都可以考 farm， 你如果你想进到 risk 这个行业里来啊，另外就是我们的。这个在疫情期间不受影响，节假日期间呢更加繁忙的，就是我们的电工的这个老大哥们，电工证书经验班，好吧？周日啊，周日的贡献营有什么呢？是我们的继续藤教直通车，这一次会给大伙儿呢下午1点钟有两位主讲人，一个是介绍呢艺术生，然后呢如何选择名校，另外一个呢加拿大的学校大学和美国的大学有什么区别啊？这个校长呢会在一个特殊的日子里给大伙儿呢校长本人做一场藤校的讲座，相信呢也是可以帮助到很多人，好吧 ？Zoom ID 也在这里，所以这是我们明天星期六的安排，周日的安排啊，就是在贡学营里，大家记住啊，每个周六上午11点，我们都会在。我们的共学营的1群、2群、3群、4群、5群，现在7个群里发我们的 Zoom 直播号。那我们下周的共学营是什么呢？一点都不错，下周的共学营这才叫四大金刚啊！我们这个星期实际上叫做四大这个女神，然后下周是我们的四大金刚啊！这个是什么呢？投资创业营啊！因为这个星期我们是讲白领职场营。什么叫白领啊？你看校长这就是白领啊，就是说呢，我不需要呢。这个特别特别的厉害的 hard skill， 但我仍然可以坐在这种豪华办公室里边啊，享受别人的尊敬，然后这就叫白领啊。OK， 那我们下周呢，这四大金刚讲投资创业，投资创业呢，那我们第一位就是浩克刘老师啊，浩克刘老师呢，他是呢。这个23年的北美投资经验，他会讲呢，就是权重股今年下半年，然后大盘权重股和这种呢热点股票他们的走势如何继续能够赚钱，因为上半年经济这个起伏啊等等。刘老师是非常会讲，一句废话没有，一个废字没有啊。然后再另外呢是奥罗顾老师，奥罗老师他是互联网营销第一人，他这次会讲一个特别新的内容，他会讲社群营销，他会讲呢直播带货。哇、哦、天哪，很多人说校长你应该去直播带货啊，你像李佳琦他姐姐一样 OK， 但是呢我建议大家听一下奥罗顾老师啊，讲的非常非常的棒。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夏一楠老师，这次夏一楠老师也会给大伙呢，可能有人听过他的房地产投资，但他这次会讲创业，他会讲呢他是如何从一个银行的五大银行的高管，然后走向自己创业这条的道路，而且呢能够做的呢这个就是相当于斜杠青年是如何能够呢游刃有余的在职场和创业之间行走。
他的口才极好，也值得听一下啊。另外就是我们的 Jackie 老师啊，是被誉为呢这个最接地气的，然后呢讲干货的投资老师。他会讲到呢期权呢，他有一群学员做到，比如说每天都有500元的盈利啊等等，他会告诉大家，好吧？所以下周呢7月6号开营，然后呢每晚8点与大家相见，然后再一次共学共进，拥抱未来啊！亲爱的小伙伴们，如果你还没有加入到我们的共学营，在我们的下面会有一个呢二维码，大伙儿都看到。扫码回复维多利亚加入共学营。好的，就是我们最近的安排是如下。那维多利这个校长很高兴啊，希望每天都可以见到大家啊。维多利亚教育集团呢，实际上刚才前面采访已经做了非常多的介绍了啊。我们99年成立到今年21年，那校长的梦想是打造北美就业率最高的职业培训学院，然后我们有投资学院、创业学院、职场学院，包括呢自我提升学院。那我呢特别开心的是，在过去21年呢，我们不断的寻找一些新的就业方向，这是我每天的 daily job，就是找到最适合中国人的就业方向，并且把这个方向里最顶级的中国人请出来，因为呢我不是特别相信北美本地新人能够教会我们呢中国人说，哎，你在这儿怎样找到一份职场，而是呢，我相信那些做得特别棒的自己的同胞会告诉我们最接地气的，因为他经历过和我们一样的文化的差异，他经历过和我们一样的移民来到异国他乡，然后呢，这种自我的挑战，怎样能够高度的自律，怎样能够呢自我追求，不断的前进，不断的前进。所以呢，这个像我们这个星期前面三位主讲人，包括今天晚上 Amanda 老师就是这样。一位女性之光、华人之光，能够引领我们前进啊！那我们呢，Amanda 老师呢，这个我下面我要来给大伙介绍一下主讲人啊。这个 Amanda 老师看上去特别的年轻，实际上当然呢，她也是真实也是很年轻啊。但是呢，她实际上呢是一位呢这个职场老兵了，已经。她是温莎大学 MBA 啊，高材生毕业，毕业以后呢，在北美已经是有20年的工作经验啊，真的是看不出来啊。这个维多利亚的这个在维多利亚当学生也好，当老师也好，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可以青春永驻。你会发现，哇，你们的每个老师都这么年轻，看上去包括校长10年如一日，容颜从来不变。原因是为什么呢？我们心中有梦想，因为你呢，这个每个老师，然后呢，包括校长每天让自己努力变得这么优秀，就是因为呢，希望我们的优秀能够呢照亮，引领更多同胞的前进的道路啊，所以你心中有梦想的人呢，和这个是不一样的啊，你能够看出来他的容颜是不一样的啊。那Amanda老师呢，在过去的20年呢，他历经了多家上市公司，包括3家大型的上市公司啊。这个Amanda老师会给大伙介绍一下，然后他都是呢地位非常高，在财务方面，财务总监呐等等。现在Amanda老师是在一家大型的本地西人公司做到了财务及战略规划总监，然后是 director 啊，这种级别是相当不容易的。所以呢，老师一方面是非常的专业，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Amanda老师呢，我们在6年前非常荣幸把老师请出山，担任维多利亚的财务分析师的主讲老师。那经历了6年的打造，然后我们引领了一批又一批的财务背景的、金融背景的、商科背景的小伙伴们进入到这个呢高薪稳定的这个呢财务分析师的行业当中。所以呢，你会发现啊，这个有一句话叫做“永远不要得罪一个财务分析师”，因为他掌握着这个公司的命脉。像我们Amanda老师呢，每次鼓励大家都是说，我们每天只和 O 级别的人打交道。什么叫 O 级别的人？就是 CEO、CFO。所以呢，为什么要成为一个财务分析师？因为我们有更高远的理想，因为我们希望在工作当中能够更加体现出我们的价值，所以我们才想成为一名财务分析师。好的，亲爱的小伙伴们，我相信大伙儿一定是非常的激动啊。那我们下面拿出我们的热情来，大家热烈的举手，欢迎我们的Amanda老师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大家。Amanda老师您辛苦了。那下面这个请您啊为大伙儿来介绍一下财务分析师，距离我们并不遥远，触手可及的高薪行业。谢谢。谢谢校长，谢谢大家啊，今天能够来到这个直播间。在我们讲的过程当中呢，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就可以随时提问，然后我来回答。看一下我的slide 能不能 share。 对，可以 share screen。 对，大家可以在 chatting 里留言，然后老师呢会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我们最后会有一个答疑的时间。好的。这个大家能看见吗？可以。现在还没有。哎，现在看到了共学营主题。对，疫情对财务工作者带来的挑战和机遇，非常棒。好嘞。Oops, sorry.
OK，我可能放不了这个 slideshow，但是这样大家可以看清楚哈。看清楚，挺好的。OK，好，谢谢校长的那个介绍，然后感谢大家今天能跟我一起分享一些我在这过去的半年以来对这个疫情给企业啊，给我们会计工作者或者是财务工作者带来的一些新的挑战和机遇。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在我们开始之前呢，我有三个理念，我希望跟大家分享。不管我在哪里做这个panel 的讲座，或者是sharing 的讲座，我都会跟大家分享这三个很重要的理念。第一个呢是 the art of numbers，我们不管什么时候讲呢，都要知道数字本身它不是告诉我们 story 的，我们要学的呢是如何从数字的。这个表面下面看到它告诉我们的关于企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它的真正的 story 在哪里？第二个呢是 drive the story of financials。当你把这些零零散散的各样关于公司的这些 financial 啊、operational 啊、business 各方面的信息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能够通过财务信息帮助企业做到什么样的分析，做到什么样的战略决策。这是另外一个高度，最后呢，一个呢，就是在我们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打造的过程当中，怎么样 build vision of success？在你的眼睛里面，不管是你个人，还是企业，还是家庭，还是对整个社会来讲，how do you define success？你怎么样 get there？这是一直以来呢，我觉得是不管我们在任何场合下都应该有的一种 mindset。刚才呢，校长介绍了我的背景，我就不在这里再多说了。基本上来说呢，一句话就是，在过去的十几二十年里面呢，我主要从事的是从accounting analysis 到这种 financial analysis，一直再到business management 各个方面关于企业的发展经营各个方面的一些分析呀、总结以及一些指导，这个主要是我的专业的工作背景。那么今天我们想分享的主题呢，从一个问题开始。这个问题是我在读到一本书里学到的，我很喜欢，我很赞同这个说法。那么我也在这里问一问大家，如果你愿意在这个 chat 里面回答呀，或者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你告诉我。在我们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的过程当中，我们是怎么认知逆境的？我们是怎样在逆境当中提升逆商的？逆商这个单词哈，叫AQ，它是一个存在了大概已经有30年的一种认知方法，是从心理学上面发展来的。那么它主要把我们在职业发展道路当中呢，我们一般会归为三种人，大概20%的人呢是放弃者，60%的人是扎营者，20%的人是攀登者。我们自己回想一下，我们在自己的工作学习过程当中，你现在的情况，你会把自己归为哪一类？放弃者就是说，安于现状，觉得还不错吧，有一份工作，然后干得得心应手，没有什么太大的挑战，我很开心，这样也挺好的，这是一种选择方式。还有一种呢，是扎营者。这个扎营者有可能在山脚下，有可能在半山腰，也有可能在山顶。说，我付出了努力，我尝到了痛苦，也得到了甘甜，差不多现在这种状态挺好的，我就先这么待着吧。还有一种呢，是不断的去攀登的，不断的去努力的，不断的去挑战自己的。这三种方式里面呢，没有说谁好，没有说谁坏，只不过就是。一种描述，我们想一想自己在哪个角度。那么我自己在过去的这半年，其实说句实在话，由于我从事这个工作的这个特点在很前沿，我不知道刚才校长就是有没有分享到，因为我现在工作的这些客户呢，都是非常非常大的这种零售企业的这个 mass merchant，比如说沃尔玛、Costco、Amazon。Home Depot、Canadian Tire、Walmart Canada，所有这些企业在这个疫情的当中呢，是站在最前沿，是跟这些 end user consumer 是最接近的。所以说我的体会呢，可能稍微更快一些，我就发现了，哎，这是一个很好的来描述
和感受我们现在这种状态。那么这个跟我们接下来要讲东西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先从下一个 slide 先讲起。首先我们先要想总结出来我们自己在工作当中面临的有哪些机遇和挑战。首先我们要搞清楚企业面临什么样的经营环境，对不对？因为我们是为企业服务的，当企业面临好的环境我们怎么服务，企业面临不好的环境我们又怎么服务。那么总的来说呢，在这个过去的半年七个月里面啊，可以说是我觉得用一个词来形容绝大部分企业面临的这个环境，叫 roller coaster， 就是 up and down up and down， 而且 unpredictable。 为什么呢？因为从一月份开始中国疫情爆发，中国是跟北美的、欧洲的、全世界的这个经济是息息相关的，对吧？中国的疫情爆发导致了全球的供应链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受到了很大的程度上的阻碍。再到三月份北美和欧洲全面的疫情爆发，导致了我们整个的消费市场，整个的生产行业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甚至发生了很大的关于这种shopping behavior 的变化。那么就是有人欢喜有人悲了，有些行业呢就在这个大的动荡当中呢得到了很多红利，有的企业呢在这些动荡当中呢就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总的来说呢，这是一个 overall 的 picture， 告诉我们不管你是服务行业、金融行业、生产行业，还是说是其他的娱乐行业、各种各样的行业，都逃不脱我们面临的这个经济大环境的影响。第一，美国的经济它的 GDP growth 基本上是现在的这个预期情况来看基本上是负数 0.2%， 那么它的那个失业率呢是不断的攀升，而且应该是达到历史新高，甚至有人估计能够达到 15%。 那么加拿大的我看见有三个同学那个举手了，我不知道这个是有问题呢还是什么意思，可能我需要那个host 帮我一下，因为我看不见你们的问题，我只能看见你们举手了。如果你们有问题你可以在那个聊天群里打出来也可以，我最后统一给你们回答。那么在接下来我们说呢，加拿大的经济跟美国的经济是息息相关的。加拿大 80% 的出口额都是到美国，然后剩下的呢可能是到比如说澳大利亚呀、中国呀，这样接下来的全世界的其他的国家。那么它的 GDP 呢基本上是美国的经济走势怎么样，我们经济走势也是怎么样。现在预测来看基本上是 negative one。 这个 negative one 实际情况呢要比这更糟，因为第一季度我们还是基本上持平，第二季度呢已经是 negative， 可能得达到至少5%吧，第三季度那是很难看的，基本上要达到negative 10%，然后第四季度有可能呢是慢慢的恢复。 global economy 这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灾难，对经济发展来说是一个灾难性的时刻。这个 recession 甚至说是 depression是基本上是可以看得见的，在接下来的第四个季度到明年都处于一种低潮期。然后还有呢最后一个我觉得呢它是一个 positive point， 就是新的 living 和 working styles 在发生悄悄的变化，甚至说不是悄悄的，甚至说是rapidly 就在发生变化，对不对？包括 working from home， 包括有一些这些服务行业，就是前端的需要 socialize 的服务行业带来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但是呢跟 home 相关的，跟 car 相关的，跟所有 home office technology 相关的所有这些行业却得到了空前快速的发展。那么这都是由最前沿我们这些 end user 这种 lifestyle 和 living style、 working style、 study style 的变化来导致的这个整个 industry 的一个 shifting。 下面这两个图呢
是那个在疫情期间有一些这些 consulting 公司做过一些专访。那么就是 overall 大家觉得Canadian business 他们觉得对那个受疫情影响有什么大的变化？比如说73%的企业都说受到了 negative 的 impact。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延伸一点，也是财务分析的一种思维模式，就是当你看到这些数字的时候。数字本身是数字，它告诉我们的 sorry 是什么？数字背后 beyond 这个 number，它告诉我们的是什么？73% negative 的 impact。那么我们很快就想到了，为什么呢？应该，那也就是说，加拿大的企业里面绝大部分是什么企业？是金融行业，是地产行业，是服务企业。这些行业恰恰都是在这次疫情当中最先受到打击，还有政府企业。这些是加拿大主要的经济支柱，所以由于这个经济体态的这个构成，导致了你在做这种 survey 的时候，达到效果一定是这样。绝大部分的人他是认为会有 negative impact。Lack of demand is the main concern for business owners。这个呢又代表了另外一种预测性的这个数字，表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前途大家是看不清楚的，对于各个企业的发展来说，他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前路是怎么样。举个例子吧，3月份当疫情刚爆发的时候，所有的公司包括 Costco 都在内，都是一个劲儿的缩减订单，认为经济一定是会发生大的急速的下滑。可是谁也没有想到，6月份的时候已经是供不应求了。当你到分个不同的 category，当你走到 Walmart、走到 Costco 去 shopping 的时候，他们的已经就是有一些，比如说 grocery，比如说这个就是说跟居家相关的、跟公司相跟那个 home office 相关的这些 category 的产品，已经都是供不应求了。大家可以猜一猜，就是在疫情期间 e-commerce 急速发展的这个阶段，可能大家都不会想到。跳入眼帘的就是卖的最好的产品之一，产品之一就是增幅最大的产品之一，online 的产品之一，居然是毛线。那这就是这个数字背后带来的这个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说越来越多的人需要在家里打发时间。哎，以前毛线卖毛线 yarn 这个 category 是个冷门，现在一下子变成了一个热门，很多的人把时间花在做 handcraft。在家里做一些纺织品，跟 home 相关的这种企业和行业，它的销售反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这些呢，就是在数字面前给我们带来的一些 indication 或者叫 insight。这个，当我们了解了企业面临的大的经营环境的变化之后，我们再看看，在我们具体工作当中有什么感受？我们。发现了有什么样的这个变化？比如说，你工作的行业属于什么？是属于服务业，还属于生产业，还是属于运输、交通这些行业有什么样的变化？还属于 e-commerce，对吧？那么你公司的整个这个部门之间发生了什么变化？比如说销售部门、市场。哎，您这边好像有点杂音。你刚才有点杂音，OK，现在好了。现在好了哈。对，我想问一下，刚才有三个那个朋友举手，我不知道那个他们是有问题。他没有，我们到最后回答问题就可以了。对，那个老师，通常我们共学营那个 Amanda 老师里边举手，大家可能是表示非常的赞同，表示是说老师你讲的太棒了，通常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用的是 Webinar，所以呢，大家是在。这个就是 classroom 的形式，是在最后，他们会在 chatting 里边有问题啊，这个，然后再那个什么，这个最后是我们统一回答问题，好好的，吧？啊，好，对，所以您就那个，因为不打扰您讲课，您就继续往前讲啊，没问题，就没可以问了题。啊。他们说，我们的老师你讲太棒了，老师你今天真的很漂亮，他们都会举手，好吧？OK，好，继续，谢谢。好的。对，那我们在所处的这个行业当中，哈，你感受到有什么变化？然后再上升，你看到的这些现象上，
你能不能体会到公，其实它是公司 strategy 的一个变化。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举关于 HR，尤其是在大的公司工作的这些就是这些朋友哈，你可能都会体会到，疫情一发生的时候，大家一开始说 work from home，那么在 HR 这个 strategy 上比较敏感的公司呢，它很快相关的策略就出来了，给你 reimbursement，让你去自己去买 screen。就是那个电脑的屏幕，或者去置办办公用品，对吧？或者是报销你的internet 的费用，这些都是从现象看本质，这是公司的 HR 的 strategy 上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再根据现在这种工作环境的变化来做了一些战略性的调整，因为他公司希望大家能够 build 一个舒适的。在家里的舒适的工作环境，能够保证你的 productivity，能够保证你的 mental health，对吧？还有一个现象，大家发现 online 的会议越来越多。以前你可能是三分之一的时间开会，还有剩下的时间能干活儿，现在可能变成三分之二时间开会，然后你三分之一的时间剩下干活儿，所以有些人就会发现加班越来越多。为什么？因为你失去了 social connection。失去了在公司里面的 social connection 那一部分，那么 communication 就变成了线上的。以前你两个人见个面打个招呼能处理的事情，现在又得打电话或者是 online meeting。所以呢，对公司员工的这种 efficiency 这种就是说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那么我讲的所有这些东西呢，最终它都归结到财务部门，我们要来做这些分析。比如说，举个例子，比如说，假如我说的刚才那种，比如说是你是一个大的公司，它有 call center。以前呢，我们有集中的几百人在一个 office 里面，大家在这里进行工作，进行客服的电话回复，然后有了紧急问题，你立马能够找到你的那个 supervisor 或者是 manager 处理问题。现在不行了，现在要发展成什么？work from home 的模式。那么从公司财务的角度来说，我们要干什么？我们要做各种各样的分析吧。我们要分析第一，我的开销费用增加的地方在哪里？费用增加的地方，我要每一个员工，call center 的员工要多花一笔 investment set up 他们的 home office，然后确认所有的设备、所有的系统、所有的这个构架能够每个人都能够达到，而且还能够 track 他们的 login log out 的时间。还能够 track 他们做 customer service 回答了多少问题，然后解决了多少问题，带来了多少额外的收入，所有这一套东西，对吧？那么我们有什么成本节省的地方？我们可以 eventually close 这个 physical 的 office，省了所有的 facility 的 cost，然后我们能够节省所有的，比如说要参加公司会议呀，要进行团建呐，对吧？所有这方面的费用，然后甚至。在员工的 productivity 提高的基础上，我们都能够带来 workforce 的 saving。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就是说，以前呢，由于 call center 的 run 的成本很高，也许我们只能建在 Whitby，只能建在 Mississauga，这是多伦多集中的 call center industry 所存在的这些城市。但是现在呢，如果全部都改成 work from home remote 的模式，公司呢有更大的。这个 flexibility 去 hire 其他城市，甚至是其他国家的人员，对吧？这对公司长远的战略来说是成本的节省，因为你可以去招到更 skilled worker，你可以招到更价钱更合适、性价比更高的 worker。那么长时间来说，对我们 call center 这些工作人从业人员来说，是不是有一种职业上的危机感呢？所有这些东西。最终都汇总在数字上面，都是由做财务分析的团队来进行分析，帮助公司做这种战略性的决策。啊，这是我多讲了一点啊，就是说通过一些实际的这个公司运营方面的数据分析的例子，来告诉大家这个职业到底是干什么的。那么我们可以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物流，如果我们是生产企业，一定有仓储。如果我们是就是这种 supply chain 的这个行业，一定有 transportation。那么在这个疫情过程当中，对这些部门
工作的人员，或者对公司的这一部分的 function 有什么样的影响吗？很简单，一月份的时候疫情爆发，出现了什么海运空仓吧， blank sailing 吧，所有的这个空运费大大增加吧，因为所有在 global 的 logistics 这块都受到了很大的疫情的影响，那么相关企业的运营成本一下子就提高了，我们怎么办？我们只能短期给客户加价，或者我们去让我们的供货商 share 这个成本。所有这些东西从哪里来？从数据分析来，从财务数据的分析来，对吧？然后到了后方的之后，到了后方这里呢，然后我们会出现 port congestion, labor shortage, 然后还会出现由于政府刺激经济导致了很多人在一段时间内不愿意工作，他们愿意到政府去领钱，那么你就出现了很严重的 labor shortage。 所有这些经济行为或者说是市场上的供求关系的变化导致了企业的运营成本，企业的这个风险控制都发生了变化，所有这些都导致了归根到底，归根到财务去 support 公司的决策，去 control 公司的 continuity, 怎么样才能够 build 这个 sustainability, 让公司能够在大的 风浪或者是平稳的状态下健康的发展。这是我们做这个工作能够给企业增加价值的地方。好，那么我们再往下面延伸一下呢，就是我们刚才讲了这个企业面临什么样的经营环境，企业运营当中面临什么样的经营环境，再归结到下一步，在财务工作当中对我们有哪些影响。我相信今天来听咱们这个供需运营朋友啊，有很多是做 accounting 的，有很多是在 controllership 下面这个团队，应该也有做财务工作的，甚至还有做 taxation 的，还有做 auditing 的还有做财务分析的，对吧？那么我们在具体的工作当中呢，应该是有比较深的体会的。在现在这个疫情的过去半年当中，第一个影响对所有的企业，大家所有的 owner, 所有的 entrepreneur, 所有的 board of directors, 第一考虑的风险是什么？ cash flow。 在这种百年不遇的大的这种经济冲击的情况下，公司要想正常的运营，短期内一定要有 healthy 的 cash flow,对吧？那么是不是你们做，假如我们有朋友是做 AR department 或者是做 AP department, 甚至有些人是做 AR analyst, accounting analyst, 这些朋友体会有没有？是不是老板看这个 AR report 看得越来越勤了，催这个客户按期付款催得越来越勤了，甚至提供 discount, 对吧？让他们提前付款。对 AP, 做 AP analyst 这块来说，是不是找出来你最大的 vendor 是谁，你欠谁欠的钱最多，能不能到银行再去多贷些款，然后能不能再 extend 这些 payment term, 保持你这个公司的整个正常的运营。这个是跟我们做财务工作息息相关的影响。你会觉得越来越忙，压力越来越大，你也是可能有时候有些呢，因为我们是在自己的这个小领域里工作，你可能体会不到为什么我的 manager 以前一个月要一次 AR report, 现在一个星期要一次。那么你追溯到上面，可能就是公司的 strategy 发生了变化，公司对 risk 的 control, 对 opportunity 的理解发生了变化，然后一步一步落实到我们每个部门里面的时候呢，就发生了变化。也有公司裁人，对吧？因为他去 service, 尤其是 service 行业确实做不下去了，确实受到很大打击。怎么裁？裁人 lay off 也是有成本的，这个谁来算？这一块叫 HR planning, 也是由财务分析师来做的，是由财务整个财务分析的这个团队和 HR 的团队一起来做的。那么是从工作时间长工作业绩不好的人先裁，还是说从哪个部门先裁，对吧？是从 sales 裁，还是从 support department IT 啊 HR finance 这些都是 support department, 还是从这些地方来裁？所以是从 Ontario 开始裁，还是从 Alberta 开始裁？所有这些business functional 的 decision 都是用数据来 support 的。
还有呢，比如说我们看到的那个关于communication 这一块呢，可能也是在疫情当中啊，对我们的工作也会越来越多，多多少少吧，带来了一些新的要求和变化。比如说以前可能你们是咱们月结一次做一次，一个月做一次，然后 communicate 这个 financial report 给 senior management， 然后给你的 investors external internal， 对吧？疫情期间可能你半个月就做一次，可能你半个月就已经是前半个月已经是 actualized， 后半个月就是 projection， 保证我这一个月 4.5 个星期里面财务是健康的。所以导致了你在 monitoring 在 controlling 的过程中 frequency 在增加， pressure 在增加，target 变得越来越难。那么这个呢，可能大家是不是或多或少都有这些体会。还有一点呢，就是比如说 cost control， 对吧？因为在三月份的时候，很多企业我们都是看不到四五六七这是怎么变化的。我们能够预测的，我相信99%的企业都是唱衰的，在三月份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所以说呢 cost control 一下子就成了一个重中之重。以前可能一个 county manager 或者说一个 sales manager 就能 approved 一笔花销，一笔 expense， 现在可能需要 second level approval。 为什么？因为公司在 control 你的 cost。 那么这些呢，就是说是由于这个大的经济环境和运营 business 的变化给我们财务工作带来的day to day 的这些影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就是体会，等会儿结束之后可以分享一下，好吧。再回到前面的这些就是说总结之后现象，我们来看本质了。如何对我们来说切身跟我们相关的，我们如何看待未来工作中的机遇与挑战，这个很重要。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呢就是说，我觉得我总结的哈，就是说我们会有一种莫名的 insecurity 的感觉，就是你做得好你也觉得 insecure， 你做得不好你在伤心的同时还是觉得 insecure。 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缺了一个对我们职业发展的一个前瞻性。前瞻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未必能够看得清未来，但是我们可以考虑，我们可以 try。 那么你要想看清未来，或者说 plan for the future， you have to know what happened in the past， you have to know what you have currently， 对吧？所以说呢我总结的哈，就是我也学了很多东西，然后看过很多的这些变化。我觉得呢，我们有几个问题可以问问我们自己。第一，你现在做的工作是不是处于信息收集、信息处理或者是可预期的重复工作这个阶段？什么叫信息收集？比如说 data entry， 这个是属于信息收集。什么叫信息处理？比如说你去 standardize 公司的数据、公司的 information， 进行录入、进行归纳、进行 filing。 然后可预期的重复工作，比如说你是不是经常觉得刚找到一份工作的时候特别开心，干了半年，头半年是在战战兢兢中度过，觉得我一定要把这个工作拿下来，一定要做好。然后半年之后呢，你就开始想，为什么我开始这么做，每天就重复这些东西，每个月就重复这些东西，有没有好的其他更好的方法让我更 efficiently 来做这个工作。然后一年半以后你就开始想，我想换个工作，因为这工作太 boring 了，或者说我没有更高的这个提升的机会了。那么这个呢，是不是你一个人面临的挑战？我觉得是我们所有人都面临的挑战。因为随着这些AI 的发展啊，随着 BI 的发展，随着这些机器化的所有这些大规模的应用，可重复的工作会越来越多的被代替。那么不可代替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回到我们说的机遇这一块。那么你从事的工作当中有多少是在创造，是在给公司创造信息、发掘信息，给公司创造价值，有多少是在决策？就算你不是 decision maker， 你有没有在 support 一个 decision making， 对吧？
然后你做的工作当中有多少是要通过你的专业技能不可替代的，你是 compare with other people you have the different skill set, it's almost irreplaceable, 对吧？你做的工作的这个含金量有多大，还有你的沟通能力有多强，当我们遇到问题需要解决的时候怎么样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从表面下面看实质，从这个现象里面找出来这个症结，找出来真正的 root cause, 并且能够 facilitate, 并且能够把它跟决策者也好，或者说跟同事也好分享清楚，这个能力有多少。然后呢，随着这项尤其是今年再一次证明了哈，有很多时候会有很多突发性的不可预测的甚至不可控的经济环境发生，有大的经济环境的变化，有中型经济环境的变化，甚至有小型经济环境的变化。那么在这些变化的过程当中，你给你的团队给你的公司带来的就是在这些不可预期的工作内容当中，你给他们带来的 value add 是什么，你能够 add 的 value 越多，那么你就越有不可取代性，对吧？所以说这是从大方向上看我们的工作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是两个不同的这个概念，这是我总结的。说到这里之后，那么我们怎么样，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我们的目标是想一想我现在处于一种什么状态，我有什么样的兴趣，我还希望在哪些方面有所发展。在这里呢，我想多说一句，就是说我们上过很多课，有很多朋友哈来的时候都是非常沮丧，然后上完我的课就非常开心。他们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我觉得是一种 mindset 的改变。他来的时候呢，就说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这个领导我也有矛盾，那个地方我也解决不了，我怎么就是工作特别 boring。 然后呢出去时候呢，我能够帮到大家的啊，就是说你要看到你的 strength 是什么。这个也是早些时候校长提到了中西文化的差别，我们一定要看到我们的 strength 是什么，千万不要老是盯着我们的 weakness 看。你盯着你的 weakness 看，就会越来越沮丧，越来越 get discouraged。 为什么？因为你觉得我这不行啊，我得去，你不要想着去改变你的 weakness。 我们每个人都有 weakness， 你只能说是尽量规避它，反而我们应该想到的是怎么样去 maximize 我们的 strength。 我们每个人都有闪光点，怎么样去 maximize 它，这个才是能够达到这个事半功倍效果的这么一条，我觉得一条好的出路吧。说到这些之后呢，那么我们需要做几件事。第一，搞清楚我们现在的状况是什么。我们现在你就在整个这个财务工作的这个体系当中，我们是刚刚入门，刚刚毕业，很希望就是说有一个 mentor 搞清楚这条路怎么走，大概情况是什么样的，我从哪里下手，还是说我已经有1-3年的工作经验，我是一个 young professional， 我需要一些指导，需要知道我下一步我缺的 skill set 是什么，我需要去找什么行业的工作，怎么样去找工作，还是说我是一个 senior level 的，我已经是 manager 或者是 controller，或者是senior accountant， 对吧？我需要知道下一步我怎么样能够跨一步到更核心的团队里面去，帮企业做分析、做诊断、做决策，是吧？所以我们现在处于哪一个阶段，需要往下一步怎么走，这个需要思考。第二步就是 how to get there， 我们怎么达到那样一个程度。这个地方呢，我可以跟大家提一下，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听说过 70-20-10 rule， 70-20-10， 70% 的时间你的学的 hard skill set soft skill set 基本上都是在工作当中锻炼出来的，你通过使用锻炼出来。20% 的时间是通过这种professional 的 training， 你去真正的去有体系的花时间的来做一些培训和提高。10%的时间是 academic， 是我们在大学里学到的，是我们在那个
就是真正的这种就是 college 啊 university 啊去学的那种 academic 东西，但是那些往往是我们最后用的是最少的，反而是跟社会跟实践跟具体工作挂钩的这种学习机会，我们能应该是说是能够学到最多的，对你帮助最大的。最后我再多说两句，就是关于如何有效的提升自己在财务领域的专业技能。我一直 believe 啊，这个是我这个 design 的一种方一种 objective， 我叫它 objective， 叫 balanced career development plan。很多时候呢，我们要打破一种传统的观念，就是说只提升 technical。只提升就是我 Excel 一定要学到精的不能精，你出来一个什么 function formula 我都知道。 No no no， That's not true。 你一定要找到的是 balanced skill set。 你的 Excel 再好，你能好过机器吗？你能好得过 Tableau 吗？你能好过那些 BI tool 吗？好不过的，对吧？那么重要的是你怎么去看待数据，怎么样去分析数据，怎么样从几十万行的 Excel data 里面去发掘问题在哪里，是在乱中找重点的这种能力才是你去 differentiate yourself 的时候。那么比如说有一些举个例子啊，比如说这些呢我觉得都是挺重要的综合起来的一些skill set。 怎么样做 analysis， 怎么样去你 analysis 出来了之后不代表你能够解决问题吧，你要有做 research 的能力，知道到哪里去找 information， 到哪里去找 validation， 到哪里去找这个 problem 的 root cause driver 是什么。然后呢你要有 decision support 的能力，怎么样用数据从 quantitative 和 qualitative 两个角度去帮助这些决策 者找出来这个问题或者说机会重点在哪里， risk 在哪里，怎么样去做 decision。Creativity， 这是一个经常被忽略的一个技能哈，我觉得在任何你做任何一个行业的时候都挺重要的，就是 How do you think out of the box？ 当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循规蹈矩的去做从事一项工作的时候呢，你就会 lose curiosity， 你就会 lose 你这个 asking the question why。 当你不停的去 ask why this way，Why it's him? Why am I doing this? 你问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就会激发你去做 creative thinking。 这个 creative thinking 对你有什么帮助？它能够 build 你的 critical thinking 的 skill set。 Critical thinking 呢，这个呢我觉得在现在这个社会当中是越来越重要，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这个社会现在太透明了，我们每天接触到的信息，每天经历的变化太多了，你在这些纷繁复杂的这些东西，包括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包括甚至 miscommunication misconception 这些东西都存在，你怎么样在这些纷繁复杂的东西当中还能捋出来一条线，告诉自己这个是现象，这个是本质，这个是问题，这个是结局，这个是 solution， 怎么样能够 build 这种 critical thinking 的这个 skill set，我觉得也是挺重要的。最后一步 communication， 我们就算有天大的本事，把这个 Excel 玩的再转，把这个 PowerPoint 玩的再转，把这个数据分析做的再透彻，问题看得再明了， forecast 做的再精确，怎么样交流出去，怎么样去 facilitate 这个 conversation， 怎么样去让别人相信你说的小，可以小到一个很小的问题，就比如说我经常有那个朋友跟我分享，就是说哎呀我怎么跟我们这些 sales 就讲不清楚这个 commission 是怎么算的呢，我算的好好的一二三四五都算出来了，为什么我们这个销售就一定去 argue 我这个 commission 算的不对呢？那么这里面就牵扯到了一个 communication 的 skill。 第一，你要 put your shoes in other people feet in other people's shoes。 sales 考虑问题的角度是什么，你考虑问题的角度是什么，从我们财会的角度，财务的角度来说，你算 commission 的时候，你可能是觉得我算准了就行了。 sales 不是， sales 角度是我的 commission 越多越好，对吧？所以有时候呢可能你算的时候呢 timing 发生了问题，你在 generate 这个 sales 的时候，你的 timing 和 sales 的角度 考虑这个 sales 的时候不一样。
我们是纯粹的啊，我的 accounting rule 告诉我这个 sales order 没有 deliver 出去就不能 recognize as revenue， 我就没法把它放到这个月的 revenue 里面来算 commission。 那么这个 sales person 呢就会说 no no no， 我 make 了 effort， 我 generate 了这个月的sales 订单给你了，为什么不给我钱，对吧？所以这个东西当你考清楚了，大家考虑清楚了，大家的 perspective 不一样的时候，你就会想什么样是最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tool， 什么样的方法去跟他交流。可能呢很简单的就是一句话告诉他，哎，你这个其实就差了15天，你今天拿到这笔钱和15天以后拿到这笔钱只是一个 timing variance， 而且你下个月拿到这笔钱比这个月拿到这笔钱更好看，为什么？因为你有 growth，你把多的钱放到下个月，下个月跟这个月比的时候呢，你就有一个30%或者50%的 sales growth， 这个对你来说你可能年终拿到更多的 bonus。 那么你这个角度跟他讲，他会不会听得更清楚一些呢？对吧，都是数字，但是你讲话的角度变了，他这个去 take it， 去 accept it， 去产生共鸣的这个难易程度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个是简单说两句，我就是说我觉得哪些 skill set 对我们来说，不管你将来是从事一直在 accounting 这条路上走，还是在 controllership， 还是在 corporate finance management 这条路上走，这些 skill set 我觉得都是挺重要的。下面我们再回到呢，再简单说一下financial analyst 是干什么的哈。其实 financial analysis 这个 role 呢，不管是在小型企业、中型企业，甚至是跨国企业、大型企业都存在，只不过它存在的方式呢不是那么显而易见。在小的公司呢，基本上这个 accountant 兼职了， accountant 就是老板的 owner 的左右手，对吧？任何一个企业左膀右臂两个人，两个 function， 一个是 finance， 一个是 HR。 finance 我说的是 corporate finance， 就是我们做的这种财务分析和财务控制以及财务规划的这个 function， 还有一个就是 HR， 一个是管财，一个是管人，就这两个。任何企业再大的企业跑不出这两个最重要的职位。那么在财务分析这个里面呢，中型到大型的企业呢，它就是越来越成规模，可能它就会相对出来专门的团队。中型企业呢，有时候它是把它放在这个方式里面的，是放在比如说经常你公司会有 BA， 会有，如果你是一个这个就是这个 working capital 比较重的这个企业呢，可能你会出现 AR analyst、 AP analyst、 inventory analyst， 所有这些其实都是在做跟财务相关的分析。那么如果你要是一个就是说比如说 IT 公司，最常见的就是 BA， 对吧？你放的最多的就是 business analyst 来分析企业的 IT 企业的，比如说你是做 subscription， 或者是卖 hardware， 或者是卖这个 IT service consulting， 这种都是有各种各样的，就是深入到 business 内部的这个分析的工作人员来做。但是他们的职业最终跑不掉是财务，要归到财务，因为财务数据是唯一的 standardized data driven 的一个 language。 你可以说 sales language， 你可以说 IT 的 language， 你可以说 HR language， 最终这些东西都归化到财务数据里面去，来衡量，来 monitor， 甚至来规划一个企业的financial healthness。那么财务分析师呢，基本上的时间分配呢，是我们15%的时间啊是在做 reporting， 是一种就是去衡量，去 monitor 公司业绩。30%的时间我们要做 budgeting 和 planning， 这是对公司中长期战略发展的一个规划。30%的时间呢，我们基本上在做 decision support。就是公司每天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就像我说的，是招人呐，还是裁人呐，是关店呐，还是开店呐，是发展线下业务还是发展线上业务啊，我们是做 social marketing 啊，还是做这种 traditional 的 marketing， 所有这些跟 business 相关的这些东西，最终都是由财务数据来说话。那么还有25%的时间呢，就是 business partner。有大的，越大的公司它这个 function 分得越细，比如说你要是 support sales， 那么你可能天天就是跟你们 sales 的 VP 这个在打交道。如果你要是 support 是公司的这个比如说production
department， 那你可能天天就是跟你们公司的 COO 在打交道，在帮助他们用财务的数据以及 operational 的数据来做一些问题的处理、问题的发现、风险的规避。我们做这个领域的工作需要一些什么样的这个 skill set 呢？包括 accounting skill set、business skill set、analytical problem solving， 还有 Excel、PowerPoint、communication 这些具体的所有这些东西呢？我们在那个公开课和过以后的这个课程当中呢，我们可以逐一的去化解，因为在我们在做自己的这个职业规划和这个职业发展的过程当中哈，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得搞清楚目标是什么，然后达到这个目标有一些什么样的 alternative， 你选择哪个 alternative， 然后朝那个方向去发展。我觉得基本上今天重要的内容呢就是这些，下面还有一些呢是一些简单的就关于一些建议吧，这个我们可以到时候留到明天的公开课的时候再做具体的分享。基本上我现在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么多，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说下一步怎么发怎么样安排我们那个 facilitator 能不能讲一讲。这个和那个线下的课就有一个区别，就是我感觉我自己在唱独角戏，我看不见大家的反应，所以我不知道就是说那个哪里会有一些问题，或者哪里大家就是有共鸣听得高兴。有一个同学问明天的公开课是两点还是两点半哈，那个我觉得是两点，因为我刚才看校长发的那个广告上写的是两点。I'm lost， 因为有一个同学啊问，您提到了有些企业 BA 和 FA 是合并成一个岗位，那么如果没有财务背景是不是就无法去应聘此类的 BA 的岗位？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不是，这个问题挺好的，因为就像我说的，因为企业的大和小哈，它受到了一些局限，不是说上来哪个企业都能够专门把 FA 这块的职位给你分开的。但是呢你多多少少应该有一些财务的understanding。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假如说你是应聘了企业的 BA， 你去帮助企业分析的呢是销售，就咱还是用刚才我举的那个例子，如果你是帮企业是去做销售分析的话，那你得至少知道你去做 sales order 的分析和你去做 invoice 的分析这俩是不一样的吧，对吧？有可能你这个月拿到的 sales order 你到下个月才 recognize 成 revenue， 那么你到下个月才能 generate invoice， 这是一些简单的财务知识，就会导致那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区别呢，就会导致你这个做 sales order 分析和你做invoice 的分析产生一个 variance， 产生了这个 variance 之后怎么办，对吧？你要能够把它解释清楚。所以说呢有一定的财务背景呢能够帮助你做更好的 BA 的分析。我们看一看啊。还有同学问财务分析师和金融分析师有什么区别？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体系啊。金融分析师主要是在那个金融行业、保险行业这种，他是做 risk 分析。金融分析主要是三个方面，一个呢就是说 risk， 一个是 capital， 还有一个 wealth，
它主要是做这三个方面的分析的，而且是对金融产品的分析。那么财务分析呢，它主要注重于企业的发展，比如说银行它是金融行业，但是它也有财务分析师，它就是对整个银行业的这个发展进行财务分析的。所以说财务分析更偏重于 business， 更偏重于 accounting， 更偏重于 corporate finance， 和那个金融分析是不太一样的。还有同学问明天大概讲多久，我觉得应该是在一个小时吧，应该是一个小时。有同学问需要有财务工作经历才能做财务分析师吗？我不这么认为，我真的不这么认为，因为我自己就是最好的例子。我刚那个出来工作的时候，我做的是 retail analyst， 我是去专门分析我们公司在沃尔玛的销售的，最前沿的销售，这个跟财务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What is the requirement of for FA job？ 这个我们明天其实会讲更多，明天我会更透彻的跟大家讲到底这个 FA 的工作每天是做什么的，然后你需要它分几个，对不对？我们需要第一个是入门，第二个 transition， 第三个是 advancement。那么明天我们会讲，就是入门的时候你需要的 skill set 和你做 transition 的时候需要 skill set， 以及你去做 advancement 的时候，它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建议你明天来听一听。如果将来不想做管理层，比如财务经理 controller， 那么 FA 往后的职业发展，除了做 senior FA， 还有什么别的呢？senior FA 再往上其实就是 finance manager， 你可以做 senior FA 上面就是 finance manager，finance manager 在上面是 senior manager， 在上面就是 director，senior director，CFO， 这个就发展。你不想做这个财务经理的话，你甚至可以考虑往 business 方面转啊，对吧？有很多人做完 senior FA 之后，就都转到 business 去做 sales 的，或者去做 IT 的，这都做 supply chain 的，做 inventory 的，对吧？很多人是可以转的。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做的 senior FA？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为什么？因为我自己观察，我觉得现在的这种工作的 career advancement 的这个速度啊，和以前其实是不太一样。现在的年轻人非常喜欢换工作，基本上一到三年就得换一次工作，换一工作要么就是钱更多了，要不然就是级别更高了。那么我觉得基本上五年之内应该能够做到 senior FA。 等会儿啊，我这还有问题啊。读了这课程后能分析公司的经营情况吗？这得看你这公司多大了，小的公司呢分析起来相对容易一些。那么你去分析30万的这个 business 和你去分析3000万的 business， 那你需要的信息量是不一样的，对吧？那么这个课程上完之后呢，我们能够做，我因为这个课程哈，它有那个 level 1和 level 2两个，你是要做，你属于什么情况？明天你来，我来听一听我的公开课，你是属于要入门，还是做 transition， 还是做 advancement， 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 level 2的课呢，就会有更多的 business case，level 1也有。那么你可以做，上完这个课之后，基本上你就了解了怎么出 reporting， 怎么读 reporting， 怎么看 data， 怎么分析 data， 怎么做这个budgeting forecasting， 什么是 financial model。所以这些东西我们都会讲到。还有一个朋友问，只有 AP 和 AR 的工作经验是否很难转行做 FA？ 很多公司招聘都需要至少1到2年的工作经验，这个是关于你去找工作的一个技巧啊。这个我们那个课上呢，我会有专门的讲的，可以，但是可能要做一些，要做一个迂回的战术，做个1到2年的迂回的战术，一点问题没有。你可以先去找一找，看看 AP AR 这方面 analyst 的工作有没有。我理解的是做 FA 财务背景或者相关财务知识的掌握基本是必须的，但是做 BA 财务背景是一个加分项。对，这个理解是对的。请问如果将来不想做管理层，比如财务经理，这个我们回答过了。
谢谢老师的分享。我现在是 Senior FA， 想问一下，在职业发展上更进一步，需要着重锻炼哪方面能力？这个问题问的也很好。我在课上的时候，我会有一段分享跟大家，就是你要做一个 self assessment， 要搞清楚你现在的时间是怎么花的，你百分之多少时间花在我刚才说的那种 processing 的工作上，百分之多少时间花在validation problem solving。多少时间花在 communication， 这个决定了你下一步你要发展是什么样的，你的 focus 在哪里。请问我本科是什么专业？我本科是 accounting， 但是我一天的 accounting 都没有做过，我从来没有做过 accounting 的工作。请问 MBA 在温莎大学主修哪些课程？我的主修的课程是 finance。课程的话其实挺杂的吧，这个就是 financial management， management account， 我还另外跟大家再加一句，我还是 CPA， 所以说呢，这个那个 MBA 的呢，它只是一个 fundamental 的一个背景，后来我是那个考了 CPA 的。学了这个课程可以写在简历啊， of course，我鼓励所有的人把这个 FP&A 的这个课程写在你的简历上，它只会给你加分。而且有很多同学因为把这个东西写上，别人在问题在这个 interview 的时候就会问，然后呢他们通过在课上学的一些实际的例子呢用在 interview 上面就会有很大的帮助。如果没有工作经验只是学了这个课，会对找工作有帮助吗？我觉得对就是刚入门的这些找工作的这些朋友来说呢，我觉得哈，任何一个尝试和你对自己的任何一个投资都只会给你加分。 You have nothing to lose. You have tons of time. How do you spend your time? How do you discover opportunities? 即使对你找工作没有帮助，这是 worst case scenario. Of course, most likely it will help you. 你把你的时间把你的这个这个精力投资在了 future 上面，只会给你加分不会给你减分的。有同学说老师你专业背景很强，这个专业背景很强，我觉得是锻炼出来的吧。我还有一个我觉得是锻炼出来，就是你做的东西越多，你见到的东西越多，那么你对问题的把控度，你对问题的这个直觉度，就这么几个三个词吧，你的资历阅历和经历决定了你的 level 在哪里。所以说呢我们应该都应该是从这三个方面来进行我们的职业规划。我觉得好像我们回答完了所有的问题啊，还有啊，等会儿啊，我现在在企业里做 FA， 但是偏 accounting、month end 之类琐碎的 process 工作占了很多时间，经常一直很忙，有一种忙一直在加班，但是没有创造很大价值的无奈感。在 career 初期经历过这个阶段 ，of course。任何的我觉得工作哈，职业发展都是从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但是呢你即使是在做这种重复性的工作的时候，其实可以发现很多有价值的东西。这就是老师能够帮你打开这个思维的角度。给你举一个例子，原来有一个学生呢上课，他做了八年的 AR， 然后我说然后他就要转型做那个FA 好，然后我说那你做了八年的 AR， 我问你个问题呗，你对公司的业这个运营什么都应该很了解了。他说行。我说你能告诉我你们公司的 top five customer 是谁吗？不行。我说你能告诉我你的公司 top five customer generate 你公司多少的 AR 吗？多少的 sales 吗？不行。那你就是其实多多少少有一点点啊，有一点点浪费了这个时间。虽然你做的是 AR 工作做了这么多年，但是数字在那里呀， information 在那里呀， data 在那里呀，你用不同的角度去看东西，你拿到的东西就不一样。你可以从那里哪些，比如说如果我是做的话，那我就会去看我公司 top 10 的 customer 是谁，跟我公司做了多久，
对吧？然后新增的客户都是哪些行业的？都喜欢买什么样的产品？这是你在做 AR 这个工作过程当中得天独厚的优势，别的人看不见，你可以看见。你可以对你公司的销售、对你公司的 AR 整个财务体系看得非常清楚。那么你假如说你是一个有心人的话，你画这些 data into information，那你在找下一份工作的时候，不就可以有很多很多可以说的点了吗？是不是还有问题？最后一个问题是，怎么样能够顺利通过 technical interview 和 behavior interview？Technical interview 和行为面试都会问什么问题，应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太大了。我在那个课上呢，会有一个专门的这个，就是有一个 book 会分享给大家的，就是关于你去找 FA 的时候，technical interview 会有什么样问题，怎么回答？然后 behavior 有什么问题，怎么回答？所以我们有一个专门的这一项。那么简单回答一下你这个问题哈，就是说。Again，这个还是思维角度的问题。你任何人，你在去做面试的时候，去参加面试的时候，你一定要搞清楚，这个面试官他要的是什么，他看重的是什么，对吧？你在头10分钟的谈话里面，搞不搞得清楚他的个性是什么？搞不搞得清楚？假如你就只为上一个人走了的话，或者被开除的话，为什么？那么这上一个人走的原因，就是你要规避的点。你在回答面试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把这个东西给找回来了，就是让他相信你跟上一个人不一样，就这么简单。那么你的回答对这个 hiring manager 来说，他是不是觉得你 fit 他这个团队？你是不是 fit 他的这个脾气性格？你是不是 fit 所有他需要的这些东西？当你能够去见到这个 hiring manager 的时候，technical 的 skill set 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好，亲爱的小伙伴们啊，这个我看到阿曼达老师下面有无数的问题还在继续问，那大伙儿呢不要着急，我们在群里边继续给大家回答一下问题啊。那首先呢，这个大家呢，这个认为阿曼达老师对大伙儿有帮助的话，请热烈的举手，对老师表示一下感谢。我相信大家会感到受益匪浅，老师是非常专业的一位老师，而且呢是非常非常温柔的跟大家来分享这么专业的知识，真的是很棒啊！有三个好消息告诉大家，第一个好消息呢就是阿曼达老师会有10个1对1的名额，每个人15分钟，但是因为老师比较忙，所以只有10个，所以大家呢尽快进入到我们的共学营的小群里边，就是财务分析师 FA 的小群里。然后呢，来抢占这10个名额啊！现在已经开始接龙了，所以亲爱的小伙伴们，我们要加快速度。那另外一点呢，就是大家怎么做呢？就拿起手机来扫一下上面，如果是多伦多温哥华的朋友，扫一下上面，然后呢，这个 Charlene 回复呢 FA；如果是蒙特利尔，扫一下下面 Echo，然后呢回复 FA，然后呢，大伙就可以进入到 FA 的这个群里边来。另外呢，就是大家也可以回到我们的一群、二群、三群、四群、五群，一共是7个营，共学营里边，我们的 Gavin 已经是把我们的这个群码甩到我们的营里来，大伙直接扫码入群也可以啊。因为现在呢，我们重新建了一个群，还不到200人，所以我们可以直接进去。所以今天有三个礼物送给大家。第一呢，就是 Amanda 老师会有10个1对1的名额，每个人15分钟，为大家来解答呢这个刚才太多问题了，就是什么人才适合做 FA？那 FA 和这个普通的会计有什么区别？然后呢，包括 FA 呢，它的这个就是上升空间呢等等。我相信很多小伙伴今晚这么热烈的发问，一定是呢有这个梦想啊。那 Amanda 老师呢，已经是6年时间引领了一批又一批的刚毕业的大学生，或者是呢这个有财务背景的一些同胞们，进入到这个高薪稳定、令人尊敬的行业里。那第二个好消息就是呢，Amanda 老师有一个叫做财务分析师求职宝典，那我们会在群里发送，大家呢可以联系我们的群主说啊，我想拿宝典，群主会告诉您怎样来参与这个活动。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明天下午是2点半。到4点钟，1个半小时，阿曼达老师会专门来介绍财务分析师的求职之路。希望小伙伴们明天下午2点半一定不要错过。那最后一个呢，现在是9点半整，那阿曼达老师会在群里待半个小时的时间。大家呢，如果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呢，然后包括别人问问题，大家呢也可能呢这个再给大伙这个回答一下啊。所以，亲爱的小伙伴们，那我们下面呢再一次拿起手机来，然后呢我们可以呢扫一下码进到 FA 的群里来，或
或者是我们可以进到我们的共学营，回去再扫码入群也都可以，好吧？还是那句话，任何一个美女都是喜欢鲜花和掌声的，所以亲爱的小伙伴们，不要吝啬我们的鲜花，不要吝啬我们的掌声，让我们用鲜花和掌声在群里迎接阿曼达老师的到来。然后呢，我们今天晚上又共同度过了一个美好的一个晚上。感谢小伙伴们的聆听。那我们呢，也坚定的相信，疫情之下呢，我们可以一直可以看得到远方。那我们今天给大伙的日签就是：人生最终的价值在于觉醒和思考的能力，而不仅仅在于生存。生存呢，每天日子都是一样的，但是呢，如果我们一旦具备了觉醒，自我意识的觉醒，然后呢，包括追求更加优秀自我的意识的觉醒，包括呢思考的能力，那我们呢就已经不单纯的是一种生存，因为我们才会对这个社会有贡献，然后我们才会呢对我们周围的人有一种贡献的价值。所以亲爱的小伙伴们，希望呢虽然在异国他乡，我们仍然靠我们的聪明才智，靠我们不懈的努力，能够获得本地信任，包括这个社会对我们的尊敬，就像阿曼达老师一样，好吧？所以亲爱的小伙伴们啊，又到了给大家来道晚安的时候，我们的晚安音乐即将响起。那我们呢，这个再一次请大家呢，这个进入到我们的共学营，然后呢，到 FA 群里边迎接阿曼达老师到来。另外呢，我们再一次热烈的举手，对老师道一声晚安，表示今天晚上老师辛勤的讲解，然后呢，专业的讲解。谢谢阿曼达老师，晚安啊！感谢感谢感谢，好的，谢谢，好的。那我们那个，哇哦，这么多人举手啊！那我们呢，在音乐声当中呢，我们请阿曼达老师进入到我们的群里来，然后呢，给我们在群里回答半小时的问题。明天下午两点半，不见不散 ，Zoom 直播间啊！我们的群里，谢谢，晚安。明天下午1点到6点。